在粉丝既期待又怕受伤害，以及外界多方质疑下，穿越童话爱情电影新步步惊心释出最新的告白版预告。饰演女主角张小文的陈意涵，在一次意外中回到古代，成为清朝的哥哥马尔泰若曦和四爷杨佑宁、十四爷窦骁，共同经历一场惊心、虐心又暖心的旷世三角恋。你很快就要成为我的新娘，今夜有星落，我们一起看好吗？面对霸气又不失柔情的四爷，陈意涵版的若曦是个温柔可爱的小女人，和暖男十四爷在一起时又成为古灵精怪的活泼小少女。陈意涵认为，女生在恋爱的时候是相当盲目的，喜欢那种永远不理自己的男生，好像长得帅就很有责任感，其实不然，女孩们不需要一直追求所谓的高富帅。然而吴奇隆和刘诗诗早已树立下如此经典的荧幕情侣典范，也让这部电影还未上映就承受不小的压力。负责人表示，虽然是从原著小说的核心作为故事出发点，但只有爱情主题不变，其他像是出场人物、情节描述等都会有新的诠释，电影一定会和电视剧版有许多差异。耶稣留学中心特别报道。